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欢迎收看 Make Honor 大设计。现在大部分的机器人都是通过触控或者声控进行操控的，难道就不能一个眼神让它心领神会吗？为了让机器人更懂你，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了一款具备读心术的机器人 Baxter， 连眼神都不需要，你脑海里有个想法它都能感应得到。 Baxter 是一款人形机器人，而它可以读心的超能力并不是能够完全读懂你，而是判断对错。首先，用户需要戴上一个挂满电线的帽子，通过它就能检测到佩戴者脑部的脑电图。除此之外，手臂上也需要戴上肌电图，让机器人能够理解用户的手势。当机器人在进行某项工作时出了错，我们大脑内就会产生你这样做是错的想法，并且会自动生成一种错误相关电位波形的信号。而 Baxter 察觉到这些信号之后，就会立即停止手中的工作，根据用户的手势进行调整之后再重启工作。据了解，该读心机器人对于电波识别的精确度高达90%以上，遇上它无法判断的问题，它就会停下来询问与之相连接的操作人员，之后再做下一步的工作。通常来说，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很少会犯错误，可是一旦犯了错误，代价将是巨大的，而这种读心机器人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终止错误操作。视频原送来自 Mixel， 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。